星光降落在你的眼底，我也顺势跌进你眼睛，闷热的夏季甜蜜去了鼻，微风传递温柔的呼吸。干嘛呢？你笑啥子？你在笑？妈妈给你做了个披风，做的好不好？爸，妈妈，我想被丢书包的。冷吗？嗯。哎呦呦！你的发箍呢？发箍在书包里。不想戴了吗？老师给我说了新发型。哦，这个新发型我看看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哎呀。乖不乖？乖。来，飞起嘛，要来。飞起飞起。哎呦呦，去了没？去了，这个太破了。哦，冷哈，妈妈搞忘了给你拿衣服，对不起哈，要来来。叔叔。这个书包可以。书包可以什么？可以保暖我。保暖你哈，那妈妈冷的话咋个办呢？但是书包只有一个的嘛，一个也给妈妈。哦，那豆豆冷怎么办？给我个小书包。反正我有两个书包，什么的嘛。哎呦呦呦呦！妈，嗯，我刚刚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我啷个不要你吗？哎呦呦呦呦，妈妈被雨淋走了吗？我去躲雨去了。不是有个雨伞吗？雨伞，但是妈妈不能站在雨里面打着伞淋雨啊，对不对？我去找一个地方躲雨去了。妈妈这么大一坨能被雨淋走吗？能啊。你太小瞧妈妈了吧。什么？也是一把，像那个雨伞。哦。还有那个屋子。嗯，喜欢上幼儿园吗？喜欢。好的，咱们什么？一天比较一天好。对的。谁最棒？我最棒。谁最棒？我最棒。